来。哦，慕尼黑巧克力工坊，巧克力、伯爵、百香果、香橙、海盐焦糖、香草、咖啡、覆盆子、柠檬，九种口味。好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那中间有吗？哎，中间真的没有，只有八个。好吧。好小一颗。嗯，好小一颗哦。哦，看过史上最小的。除非要很好吃，我是覆盆子。啊、哦，你吃一个。好了，这样热量比较低，可能不错了啊。好，你试试看。啊、哦，你不要看啊、哦，这多小，我给你看啊、哦，拇指好的，你看。好、哦，蛮、嗯、好吃的。蛮好吃哈，好，这样热量低很好，我觉得很好，热量超低的，如何？非常好吃。